passing through. I can't forget the day we met. Your smile so bright, it made me swoon. Our love is like a summer's day, hot and endless in a magic way. Whenever I see you, all I can think is my summer love. We're waiting for. 欢迎收看爱日常，我是爱丽卡。看我今天的妆扮就知道，已经化身为爱日常的小厨师。那今天是爱日常的烹饪教室第一集，那我今天要介绍的是韩式的肉骨汤。这个呢是韩国欧巴朴叙俊所代言的冰冰骨牛骨汤。那我今天就会用这个汤底来做韩式的牛骨汤年糕。需要的材料呢是牛骨汤、肉，这是澳洲的肉，年糕、葱、韩式的泡菜。这款泡菜我是觉得还蛮好吃的，比较偏甜，然后香，对，有点台式口味的感觉。好，那话不多说，我们就开始烹饪吧。倒汤之后呢，如果觉得味道不太咸的话，就可以自行加水去做调整。那艾利克呢是直接是不调水的方式来做烹饪，因为它的味道已经调整好了，所以我觉得不用再调整那么多水。我觉得喜欢这样的口味，浓度汤头都还蛮好喝的，然后不用再加盐哦，因为它的汤头已经都有调味过了这样子。那我们现在就是先把汤头先煮开，然后稍后再依序的去加选料的一些料。那牛骨汤呢，它就是像艾利克汤，我是一个人煮，那我觉得一包的量刚刚好是一个人份。然后如果你比如说你上夜班下班的时候想要吃点宵夜，或是说你晚餐或是午餐，你都可以刚好用一包的量去煮，然后去烹饪，然后刚好因为牛骨汤在韩国来讲它是非常补身的，然后有丰富的钙质这样。那所以艾利克很建议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去买来尝试看看。汤头煮沸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加入年糕，等那个年糕煮软，年糕煮熟了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加入的是牛肉，牛肉。
还可以耶。高汤完成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那我们的影片就到这边为止，还是帮我登记的了。